故事叙述遍布花草生气盎然的蓝色星球，因为大自然被人为破坏后，缺乏水资源让花草枯萎，也失去美丽的色彩。这个要从教育开始啦，而且要从这个整个社会的理念要一些改变，我们不要不管是企业啦或是生活啦，尽量不要破坏地球了。一起合办这个寓教于乐的音乐剧，到让小朋友认识对于这个地球的好的正确的知识。中文医大附一在员工家庭日这天，携手慈善基金会邀请剧团以现场演奏、演唱、戏剧和互动的方式，演出环保主题的亲子音乐剧《蓝色星球保卫战》。前几天就跟他说我们要来就是医院看就是一些表演一些活动，他其实一直很期待，然后到今天早上他一直问我说，妈妈我要去你工作的地方看表演吗？对，然后我跟他说对，他就非常的期待很开心。蓝色星球透过大家同心协力重新引入珍贵的水滴而再度生气盎然。周德阳院长表示，因为气候变迁的关系，我们正面临环境的改变，导致水灾、旱灾等灾害频繁发生，地球要好好爱护它保护它，并且要从教育着手，并从小扎根。新唐亚太电视邱天喜，台湾台中采访报道。